账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要回去睡了。你脖子上什么东西啊？酒疹吧，我有点酒精过敏。知道自己过敏还喝这么多？那人家不是故意的吗？我不在还喝成那样，你到底想什么呢？工作需要嘛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喝了，打死不喝，吵了我都不喝。脸跟打底卡似的，一身酒味。有吗？以后这种场合不许再去了。还有那男明星也少联系，记住了吗？快去洗澡吧，我去买早饭。我要第一家早餐店的油条，第三家豆浆，豆浆要花生豆浆，不要黄的豆浆。去洗澡吧。遵命。啊，花生豆浆买了吗？买到了。过来吃早餐吧。等一下。洗什么呢？吃早餐去吧，我帮你。干嘛呀？这是我的。我知道呀，掉地上了，我过一下水再晾。不用了。没关系的，你不是洗过才晾的吗？又不是没洗过。知道了，吃早饭去吧。吃油条吗？不吃。豆浆。不喝了。我家里有个弟弟，我们家衣服都是我晾的，我习惯了。所以啊，你没有必要害羞的。我可是什么学历都没有呢。一张床都睡过了。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吗？跟我弟确实也没什么区别嘛。让你知道我和你弟有什么区别。魏一，主人，你主人正在呼唤你。主人，你主人正在呼唤你。人啊，听着。圆圆怎么会讲话呀？我改装了。姑爷，你要干嘛？
低血糖了。你身体会不会太弱了？居然会低血糖的站不稳呢？身体这么弱，还不喜欢运动？跟我弟确实没什么区别嘛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说我跟弟没有区别了。有区别，肯定有区别的。什么区别？你会改装扫地机器人了，我弟不会。啊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我们出去说吧。要不你回房间等吧。我住后面叫你。我看你住。这水看要一会儿呢，要不我就在这儿等。好，那你等吧，水开叫我。